上的是正比跟反比的图形，这理论上一年级数学教过了。什么叫正比？我变两倍，你变两倍，我变三分之一，你也变三分之一，这样的叫做所谓的成正比。通式 y 等于 cx，c 是常数，啊 ，y 等于 2x，y 等于 2x，y 等于三分之一 x， 叫做这样子的公式叫做正比。我变两倍，你变两倍，我变三倍，你变三倍，这样叫正比。反比呢？我变两倍，你变二分之一；我变三倍，你变三分之一；我变五分之一，你变五倍，这样叫做反比。通式 x y 等于 c，x 乘以 y 等于负常数 ，x 乘以 y 等于六 ，x 乘以 y 等于九，这样叫做反比，叫做反比。这些都是正比图形。以下这些都是正比图形，最后那个也是哦，最后那个也是正比哦。它虽然往下斜，它也是正比哦，它只是因为负号而已，所以正比哦，就正比。反比长这样，其实这个弯的要弯到某一种样子才叫反比。还有别种的什么抛物线的双曲线的其他的弯法，不过那些我们国中通通不会碰到，所以对我国中生而言，只要看到你是弯弯的，它就是什么比？反比，就是反比。因为别的我们都没学过，我们都不会学啊。但是某种弯法才是反比，不过你就甭管，反正就是反比就对了。总共就是这样，正比图形、反比图形，基本上东西成正比成反比不用背了。参考书很喜欢给你整理啊，这个东西谁跟谁成正比，这个谁跟谁成反比，这都不用背。理论上你只要看公式就会，你只要看到公式，你有背公式，看到公式你就知道谁跟谁成正比，谁跟谁成反比。举例 ，D 等于 V 分之 M， 我们要想正比跟反比，一定是某某情况，什么什么什么一样的时候。我后面跟你讲的，凡事要比较，要站在一样的基础上，一定是什么什么一样的时候，谁跟谁成正比，谁跟谁成反比。密度一样，就密度写成一。好啦，你看，一是等于二分之二，表示体积变两倍，质量变两倍。一是不是等于三分之三，表示体积变三倍，质量也变三倍。所以就表示密度一样的时候，体积跟质量成什么比？我变两倍，你变两倍，什么比啊？正比。所以就表示体积跟质量成正比，看就知道了。那假如是质量一样，就把质量写作一，那是什么意思 ？V 如果变成二，一变多少？二分之一。V 如果变成三，一变多少？三分之一。我变两倍，你变三分；我变两倍，你变二分之一，怎么比？反比。所以表示什么意思？质量一样的时候，密度跟体积成什么比？反比。表示质量一样的时候，体积跟密度成反比，看就知道了。那假如体积一样，就把体积写作一嘛。m 如果是二 d 变多少？二嘛。m 如果是三 d 变多少？三嘛。那我两倍，你两倍，我三倍，你三倍，什么比？正比。所以体积一样的时候，密度跟质量成正比。所以我说不用背，看公式就会。你有背公式，你看了公式，你就知道它成正比还是反比。参考书帮你整理的，你通通不用背，看就会，看就会。啊，刚刚讲过了，就刚刚说过了。它一定是什么什么什么一样的时候，谁跟谁成正比，谁跟谁成反比。因为凡事要比较，要站在一样的基础上。我们两个比身高谁高，都要站在平地上，都脱了鞋子，不能够你踩的高跷跟我比，如果你在桌上跟我比，不行啊。所以凡事要比较，要站在一样的基础上，一样基础上，谁一样。谁跟谁成正比，谁跟谁成反比。来，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，F 等于 ma， 看公式。
如果 F 一样 ，M 跟 A 乘什么？当然是睁眼兵。现在换一个女生，女生十号陈小鱼。如果 F 一样，如果 F 一样，正比哦，正比吗？正比，好。F 一样 ，E 等于 M 乘 A 嘛，空式嘛 ，SY 等于 C 呀、啊。你 M 是2号 A 二分之一呀，它会等于一呀，二乘二分之一才会是一呀、啊，这叫做什么比？反比呀、啊。来，可爱的那个谁，陈小鱼，继续，继续。M 如果一样的时候 ，M 如果一样的时候 ，F 跟 A 乘什么比？李工长，正比哦，你那么喜欢正比哦？A 一样的时候。F 跟 M 乘什么 ？A 一样的时候 ，F 跟 M 乘什么？换一个，男生，林中彦。林中彦大哥，又是正比啊！你们怎么都那么爱正比啊？他就是正比啊，那很怪啊。你说。有人有问你吗？不是，我不会这样教你们啦。但是好，如果你真的数学很好的人，如果你真的数学很好的，其实很多题目用比来比去，答案就算出来了。可是我通常不会这样教，因为你们大部分的数学都不好，我讲比来比去，你们反而会乱掉。但是如果你是资优生啊，那个数学很好很 OK 的啊，其实很多题目用比的就答案就出来了。但是我不会这样教，不会这样教。OK， 第二错，正比跟反比。好 ，R 等于 I 分之 V，R 等于 I 分之 V，R 一样 ，V 跟 I 乘什么 ？R 一样 ，V 跟 I 是正比还是反比？女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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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二号。谢慧珍呐，起立呀、啊！什么比呀、啊？反比呀、啊！正比呀、啊！反比呀、啊！一样 ，R 是 V，I 分之 V， 空式嘛。I 如果是 2，V 就是2啊， 2分之2才会是1呀、啊。I 如果是 3，V 要是3啊， 3分之3才是1呀、啊。所以我变两倍，你变两倍，叫做什么比？正比呀、啊，啊，可爱的谢慧珍，再起来。那假如 V 一样呢？假如 V 一样 ，I 跟 R 乘什么比？啊？李工长，你要相信那个痞子林奕宏吗？当然啦。反比啊、哦！你说反比啊、哦？他果然又是那个会害人的同学，跟我一样近的同学。啊，如果 I 一样呢 ？I 一样 ，R 跟 V 乘什么比啊？如果 I 一样 ，R 跟 V 乘什么比啊？男生，三十三号，起立。反啦、啊，正啊，反反得正，正正得反啊，正正得正啊，答案啊，正啊，正比哦，真的、哦、，Are you sure？ 对 ，Do you 确定？错就不会坐下来了，好啦，好啦，嘉文五郎稳得不？没，要做正比跟反比，让你了解怎样。干嘛讲练习式？这不就是练习式吗？
你要解释哪一个？三个呀。R 一样 ，R 是一，一等于 I 分之 V，I 是二 ，V 是不是二？二分之二还会是一啊？这什么意思？我变两倍，你变两倍，我变两倍，你变两倍，什么比？我变两倍，你也两倍，什么比？好聪明哦，正比啊！现在什么问题啊？同样就是一嘛，什么怎样？同样就是一嘛 ，OK。有人有问题吗？没。